仔细看棚内有一个他一个铜像。有吗？真的有吗？我跟导播很熟，我可以随时把他麦克风。全新组合，各位观众，《神灵之王三》真的要来啦！我们需要一些很大的支持。我觉得这个总裁啊，这个集团支持我们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你看年轻人一代一代的，露露也是我们节目那时候《猫王大道》出来的，等等等等。哈林呢也生的，哈林爹，跟爹，谢谢，真可爱。这样一代一代年轻出来，那就是有朝气，真的。好，我跟总裁下去了，哈林我们走吧。好像更多的企业都像东森这样，就愿意。我们希望多一点企业。能够帮助我们娱乐业，是东森派来的，对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明显，非常明显，一看就看出来。卧底。总裁还蛮有这个，别看点霸气，心还蛮软的，对对，蛮好。《神灵之王三》举办记者会，东森集团总裁王烈林和资深制作人王伟忠、艺人为首席导师哈林、庾澄庆、徐佳莹以及连三季主持人露露一块亮相。10月3日正式开播，跟着我们一起期待那天吧。那个我们上次碰面已经是在那个王子音乐会，不好意思，很久。你有做这么久吗？可是我们也好几五六年了吧，有没有？对不起，现在对于时间的这个，总裁不来吗？伟忠哥呢？需要吗？伟忠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就是随便讲讲，你当真怎样来了？我们又每次伟忠哥都喜欢来，你看他们一来，我们又没东西讲。也是也是。来，你先，前辈。您这个节目你是您这样子，这倒是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其实不瞒哈林哥说，在接下来这个节目里面，因为听到有哈林哥的名字，我着实有下了好几票，因为有下吗？要跟哈林哥一起合作，对，因为哈林哥对我来说是一个是惊吓还是惊喜？都有。您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，后来发现哈林哥真的是一个可爱的音乐老顽童，这一句前面全部剪掉，敬仰哈林哥。已久，其实大家不仔细看棚内有一个哈林哥的铜像，有吗？真的有吗？没有啦，那是在广场啊，广场红会广场楼下有一个。就是我每次录这个节目，我就会一直很爱唱歌，一直不断练唱，但是我都会一直被哈林哥就是阻止。这三季里面我进步最多，真的，好险你不是第一季来，你真的会头痛。现在还是很痛。抱歉。怎么样的舞台表现是两位的大忌？技术很多的人，歌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技巧，我觉得听起来会有一点点疲劳感。我也是。没有，你不用讲。我的大忌就是谁管你？麦克风关掉。对，我跟导播很熟，我可以随时把他麦克风。可以去楼下看铜像哦。对，找不到，不用上香。